好，那我一样分享画面哈。好，各位老师辛苦了哈。最后两个小时，我们放轻松一点呵呵，我们来聊聊比赛。好，那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的重点了哈。好，呃，首先哈，在 比赛这一件事情，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哈、哦。呃，我我这个比赛的原则哈、哦，其实是各领域的比赛都通用的原则。那当然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哈、哦。你要先知道说，这个比赛到底在比什么。 你才有机会去，呃，才有机会参与了哈、啊。好，所以了解比赛到底在比什么非常的重要。那像猫咪杯，它原先最原先最初始是希望说小朋友学程式，然后透过这个猫咪杯的场合讓，让呃各县市的选手在跟老师在这里做交流，好、哦，然后分享，然后快快乐乐的。 的来比赛，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，这样，这是最刚开始啊、呃。惠美老师那边从宜兰那边开始发展的一个理念。那不过因为，嗯，猫咪杯这一个是由下而上的一个比赛，好、哦，所以它不是呃教育部主导的一个比赛，所以历年来它的承办的县市。 啊，承办县市除了那个主动说要承办的，大部分是属于那种 S 四 A 的社群的老师比较了解这个内容之外，那也有些就是呃县市他其实不是那么清楚的了解这个猫咪杯的意义，然后他就去接办了这样的一个比赛，好、啊，然后比赛就会比较偏向那种一般竞赛的模式，好、啊，然后呃就办活动，然后办。 呃，办理了事就处理完了，这样像处理一般的行政活动一样哈、哦。那事实上，它是有一个蛮崇高的一个理想哈、哦。啊，不过嗯、呃，所以每一年都会呃有新的县市来承办这个比赛。那明年呢？明年是台南市啊。那我们希望其他还没有办过县市的，办过了县市的那个。 先是赶快来争取了哈，跟兹克斯来争取。好，那好，那其实这个比赛到底怎么运作哈？我们既然是要打一个比赛哈，那其实比赛最重要的是那个评审的命题，还有他评审的方式，跟你评分的机制哦，还有主办单位到底是怎么运作这一件事的。好，那。 我想，我从另外一个文件给各位看一下哈。好，呃，因为它是一个城市语言了、啊、哈，所以其实它的重点，它的 switch 这个城市语言的真相，它其实是一个工具，好，写城市是一个工具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的问，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在。 解决问题跟生活的表达，啊，所以今年恭喜，今年台南终于已经不分组了，所以今年不会有什么动画组跟游戏组，然后是结合在一起的，也就是说，它本来就不只能做动画跟游戏，啊，所以如如果你有任何天马行空的想象，都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来做一个呈现，哦，所以它不分组，今年开始不分组，好，那。 以前的评审到底怎么评？哈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以前的计划里面呢，你的评分的办法，跟评审现场去他的实际评比的办办法，呃，实际评比的方式其实不搭嘎。哦，那但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去提这些事情，哈。 也就是说，给各县市的计划是一个样，然后真正现场评审那个评审评分的方式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哈。那这件事情当然对参赛的选手、学生很不公平，但是这是现实啊。<coughs> 那呃还好，我们去年就针对这个部分，呃，去年花年呈现的部，呃，去年花年的比赛，我们就强烈的要求这一个部分。 所以我们的办法跟评分的方式、跟评分的标准、跟我们要求评审啊，完全是同样一个方式哈、哦。那所以这样子呃来讲的话呢，就会比较客观一点，也比较对得起来参赛的呃同学跟老师。好，那所以以前呢，你想想看哈、哦，以前如果你是评审，你完全假设自己是评审，你来想一件事。 啊，以前他说那个同学报告不，呃，不算分。好，报告不算分，但是你写完程式之后要对评审做报告，然后评审听完你的报告之后，那个后面没有看程式的时间，他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把程式看完，然后他就要把分数给算出来。所以你觉得那个报告不算分吗？ 我觉得讲是讲不算分，但是事实上全部被学生的报告所左右，好、哦，那所以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去年已经改成评审先有足够的时间把程式看完，然后隔天才看呃才听报告，哦这样子就会稍微比较客观一点，然后再来就是序位法的问题啊、哦，我想今天没有很多时间讲这个，我们就不要。 不要谈的那么深入哈、哦，那所以重点是，重点是呢，你请到了评审，好、哦，他如果是专业的评审，那不管他是教授还是老师，他其实我们今呃去，我们去年在请评审评审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就是，我们请来的评审一定懂国中小，然后一定有 s c r t c h Arduino 相关的经验。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哈，因为以往我们会产生一个现象，呃，可能教授很厉害，那可是他没有用过 s q u t c h 那或者是说他虽然有教过 s q u t c h 但是他没有国中小的经验啊、呃，他完全不了解学生，那这样子就会产生那个评审跟学生的一个呃作品的一个落差啊、呃，那所以这些东西都是。 呃，未来在主办单位在邀请评审的时候要做的一些考量哈。好，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跳过了哈。所以以往哈，以往其实我们带学生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跟跟学生呃先洗脑一件事情，好，给学生洗脑一件事情就是好文的丢时间，拍文的丢 m 件，啊，所以那个成败不是那么重要。 我们去那边就是去玩啊，带着大家去去玩一下，所以各位都要开开心心来交朋友啊，所以要先灌输一下小孩的观念。但是慢慢的，因为我们去年这样办了之后，我们有修正这些很多的问题啊，所以我想未来大家会比较注重这些事情，所以这个运气就会运气指数会慢慢降低了哈。好，那所以不管怎么说哈，其实得奖的重点。 就这几个，各位看一下啊！你们尤其常常去比赛的老师，为什么你的学生不会得奖？其实问题都在这边哈、哦。啊，第一个，呃，你的你的问题的解法，就是你你写那个游戏或写那个动画，有没有真正解决到问题？那有真正解决到问题之外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评审一个人要看四十四件作品？如果大家解法都差不多，我会弹性疲乏。啊,啊，所以如果你的解法是啊，非常的 super，非常的从来没有人有想过，但是又完美的解决问题，那请问不给你分，我要给谁分呢？啊，所以呃，之前我在南投有评审过一个作品，非常印象深刻。那个作品是，他们是评那个。 跑马拉松喝水这件事，然后希望要避免那个杯子产生的污染。那所有的呃学生都是要么就设一个垃圾桶，让人家喝了之后可以丢啊，不然就是在衣服上面、在身体上面做一个可以装水的一个呃塑胶袋，好、啊，或者是一个器具可以挂在手背上、挂在衣服上的一个塑胶袋，然后有吸管可以这样直接带着喝。 但是他们都忘了一件事，我是马拉松，我要跑一两个小时，那一两个小时就汗流浃背的，你你的衣服上面给我挂一个塑胶袋是不透气的，我怎么怎么有办法排汗呢？啊，所以这是就就是很糟的设计。但是其中有一个同学的印象让人家非常深刻，他是用那种呃海海藻抽出物啊，就是有点像那种哎。 那个花生糖外面那一层有没有？啊，那个可以含下去会融化，可以直接吃进去的啊，类似用那种东西去做包装，那水就变成水球啊，所以你马拉松选手要喝水的时候，就是直接拿了水球直接吃下去，完全不会有任何热色。好，所以它的解法你看独一无二，又能够充分解决问题啊，这这这不给他最高，你还还给谁最高？ 好，然后再来内容的部分操作，你想想看哦。啊，那些评审以前都找教授，那去年开始有找一些老师，那就算有找老师，也是找啊、呃、退休老师啊，因为找现场老师会有点不太公平这样。那所以你想、哦，你看能读到教授，然后那个或者退休老师，起码四五十岁一定要有，对不对？ 好，四五十岁的人跟你玩游戏，玩你的作品，你不觉得很辛苦吗？哦，他的那个我们四五十岁，手脚不灵活，然后又老花眼，我怎么有办法去很顺的把你的游戏给玩完？甚至有时候你连操作说明都没有，我要怎么去判断我要按哪一个按钮？好，所以如果你 要把这个操作过程写得很清楚，在前面开始的地方，然后操作起来能够很顺畅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。然后你的游戏跟动画比例要能够拿捏得当。我们其实后后期我们都呃蛮喜欢让学生做一个融合的作品，就是动画里面它是可以互动的，所以会有一些一点点互动游戏的成分。 然后游戏里面又要有一些前情提要哦，甚至你那个操作的方法可以弄一点小动画去呈现，这样子互动性会比较高，然后又有故事性。那这样的情况下呢，你就要看那个有的小朋友会比例太高，把动画做成的游戏，把游戏做成的动画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拿捏也很重要。然后剧情优美与众不同哦，那在这个情况下就。 它的那个创意的独特性就特别的重要，哦，还是回到那个原点，就是你想你是一个评审，我同时我要评四十四件作品，如果这是一个防疫的宣导，结果四十件作品大家都一样，都是这样说，要你呃叫你戴口罩，叫你杀菌，而且那个游戏都差不多，哦，不是涉及游戏把细菌打掉，就是戴口罩游戏。 都一模一样，那、啊、就只有那两三件是完全不一样的手法。那当然，那两三件好、哦、会比较高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配音配乐，哦，还有多媒体的部分，哦，如果你是用 s k e t c h 里面的程式，呃，那个多媒体的那些呃图案，那跟你是用自己画的，那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哦。好。<coughs> 那这里面有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了哈，就是假设你做了两关或三关，那前提是评审要能够过得了这两三关吧，不然他只看到第一关，他第二关、第二第三关看不到，他怎么有办法给你给你高分？好，那所以呢，你必须要在这中间安排一些特殊的东西，比如说无敌的按钮。 好、啊，那我像我这种手残的老评审，我就过不了关呢、啊。啊，我一下子就死掉了，我永远都看不到你的第三关。那有的底子比较好的，他会去找城市那个广播，哎、欸，广播第三关开始，我按一下，还有机会可以看到第三关。那如果不会的评审呢，就没有希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安排一个无敌，他、啊、无敌的 HP 就不要减少。 啊！当你按的那个开关，它就可以一路从第一关玩到第三关，体验你的完美的过程。然后另外一种呢，它会安排跳关的按钮，直接在画面上随时就有第一关、第二关、第三关就在上面。所以评审可以随时，我要跳第三关，我要看第二关，随便他。好，但是如果你都没有的时候，那个开头就很重要了哦，因为你可能只能让人家看到第一关嘛。所以你那个开头是不是特别重要？如果我今天。 看到你的第一关，我连玩都不想玩，都没有那个动机，那那你就后面就不用看了。好，好，那另外，呃，高段的城市写法这一个，呃，只适用于呃城市经验丰富的教呃的评审。啊，因为城市经验比较没那么丰富，他可能不会去看你的城市。啊，因为他没有时间，第二个也看不懂。 啊、哦，第三个，他要去找你那些哪个城市怎么动的模组，他他可能时间会花很多啊、哦。所以，如果你有用高端的写法，比如说，呃，你在讲话的时候会有那个什么打字机效果，或者你这个动画出现的效果，哎，从来没有看过，那你就必须把这些特色想办法让评审在评审的阶段可以看到。好、哦，不管你是在解说的过程呈现，那。 可能会比较来不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可能在你的呃作品的前面或者后面，要有一个制度性行销。我这个要讲比较小声一点。好，<coughs> 你就把你这我的东西好在哪里？我在开头第一个画面我就直接告诉你，影评人注意看哦。我等一下那个涉及的部分，我是用定义的方法做，所以我的那个大绝小绝。 好，我的设计有好几种方式，都是用同一个那个副程式做的。你就把重点稍微强调一下，那评审就会特别去注意看到那个地方。好，不然你要叫他自己发现，有时候蛮困难的哈、啊。然后你的比较简单的就是你的程式有没有做模组化，有没有分区，有没有加注说明。啊，因为程式也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啊，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加注， 呃，说明的部分其实评审比较容易知道，说，哎，你这个是有经验的小朋友，哈、哦，写城市是有规划的，然后有分区，然后有写一些说明在上面，所以随时可以去做做那个呃修正。好，那再来，好，所以其实呃。 我我们要去了解一个一个比赛哈、哦，其实你最简单的去看评审到底是怎么评分的，啊，你的评审标准是什么？啊，你的评审标准是什么？呃，资料里面我有放去年的标准哈、啊。好，你要知道你怎么样才能拿到分数啦？啊，说白了是这样，所以你在做你的作品的时候，你的脑袋要有这个东西。 我就会训练学生，诶，评审是怎样看待你的作品？四个重点：运算思维、你的表现方式、主题表达、你的多元创造啊，或者特殊的部分。当他脑袋有这四个东西一直在脑袋里面检验他自己作品的时候，他就会去注意到说，诶，我要在我这个作品里面怎么样把运算思维给呈现出来，让评审看得到。 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个问题，可以非常的完美，让评审看得到。我要怎么样运用我的资料，表示多元，呃，多元的创造力，去把这个东西跟人家与众不同，让评审可以看得到。好，我要用什么观点去看这一件事情，然后我到底跟人家哪里不同，我可以做出来跟人家哪里不同，让评审可以。 十分惊艳的，好，所以你要去灌输他一定要看评审标准，然后用这个评审标准来检视，随时检视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办法这样去呈现。那如果有的话，其实你就会占了很大的便宜，哈。那所以重点其实就是这样子了，哈。那你要看好标准，知道评审是怎么评的，那你就会想就有办法去想你的对应的策略。 那我们一般在训练的时候，我们会分平日跟竞赛，啊、哦，那呃，我们花莲为什么会这几年来哈、哦、都有这样好的成绩？其实我们除了老师各校自己的训练之后之外，我们在县赛成绩公布之后啊，我们县赛有进入全国赛的选手，我们是呃以往都会有集中训练啊、哦，会有一个月的时间。 呃，每个礼拜会抽出一次上课的时间去做集中训练。那集中训练会特别针对就刚刚讲的那几个项目，我要怎么去呈现？好、哦，然后直接让专业的老师来教这样。那在平常的训练里面，哈，其实老师可以下可以呃处理的部分，其实也很简单。呃，各位有听过那个？ 一万小时的练习嘛，啊，如果你要成为专业，你只要练习一万小时，你就会成为专业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各位不要太相信那个，那个是骗人的啊！他少了几句话，少了几个字。好，他、啊、必须是，呃呃，就是我们必须在做练习。哈、啊。如果你要成功的话，这边有个哈，哎、啊欸，我先先讲这个好、啊，这个比较重要。 成功其实不是在一万小时盲目的练习哈、哦，所以如果你就是出一个题目，就让学生做啊，做完就算了，这样的练习永远不会进步啊，所以成功其实是在有目标、有重点的刻意的分步练习。那什么叫分步练习哈、哦？就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，像比如说。 解题这一件事，我就会先让老师们那个训练的老师知道，哎，我们的环嗯出题的面向可能会包含哪些。然后这这里面呢，我要拜托那个训练的老师回去训练小朋友，每天每天哦，每天就给他一个题目，就训练他在十分钟以内。 抓出那个题目的重点，三个焦点就好，然后利用五分钟的时间规划他的脚本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举个例子哈。好，比如说，呃，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性评的，老师就出一个性评的有，呃，性评宣导，那学生就要在十分钟以内，就要把性评的重点给抓出来。那 刚开始你让他上网没关系，让他上网，很快去搜寻一下，Google 一下信评的重点，那个议题的重点是什么？然后看了一堆资料以后，我请他只能提三个。如果今天东西很多很杂，不管你怎么怎么多怎么杂，你就是只能挑三个，因为你的竞赛只有三个小时，你能做三关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了不起。所以你只要三个重点就好，其他的通通舍去不要。 好、哦，聚焦三个重点。那这三个重重点是什么？你就如果是动画，你就安排三幕，第一幕、第二幕、第三幕，每一幕呢就讲一个重点。好、哦，那讲一个重点，讲第二个重点，讲第三个重点，三幕讲完做总结。好、哦，这样你的动画就结束。那游戏也是，那游戏的重点就是说，你这三个重点，那你就一个小游戏。 游戏玩要简单的回顾一下重点，然后第二个重点小游戏，然后简单的回顾。第三个重点简单的呃简单的小游戏，然后回顾。好，那你也可以那个游戏打完来一个大魔王，大魔王打死了，就把那个重点给回回顾一次。那整个游戏两关三关结束之后，再一个做呃再一个呃全部的总结。那这样子你的架构就堪称完美了哈。 堪称完美。好，所以我给他练的是什么？我给你题目，让他去每一个议题去搜寻，知道这个相关知识，然后提炼出三个焦点。那这个题目练过之后，你这三点你就把我笔记本给我记起来，以后就不用想了。以后去考试的现场，哎，这一题如果是性评，就直接就这三个重点，你想都不用想，然后。 你那个架构的安排，就是你上次想过那个架构的安排，两分钟就搞定。好、哦，所以你每天花十分钟，老师随便丢一个题目给他，哎，能源，然后他自己去做功课或者跟人家同学讨论什么，他就摘录出三个重点，然后经过这样子，这个就每天十分钟就可以练习的事情。啊、哦，你就去每天去练习。那这个还不一定要科技老师。 你各领域的老师都可以来帮忙，我就给你出一个国语型的题目啊，啊，数学也可以出数学型的题目啊，啊，你要怎么去呈现？啊，那这个是平常就可以练习的，这个叫分步练习。就这个竞赛里面每一个该注意的重点，我就针对那个重点做刻意的练习，啊，这个叫刻意的分步练习。 啊，所以像他们那个练习，比如说小提琴，他也不是一首从头练到尾，他一定是哎、欸，今天就是练这一节，这一节把你练到完全很顺的，哎、欸，换练下一节，他不会每一刻都从第一课开始啊，看到想睡了，今天看到第三课，明天再来，哎、欸，又从第一课开始，啊，这种这种是练不了什么，所以你今天第一课到第四课，明天就是第五课到第八课。 就算分步练习，然后每次花的时间少，效果好，重点还有抓到，好，啊，等你这个基础都好了之后呢，你最后那一个月，你就来做实战练习，针对整个题目，从题目给你到把东西做出来，跟老师做报告，做实战练习，哈、哦，好，这个是我们训练的方式，哈、哦，那，呃，好，那解题的部分。 啊，也是有一些重点的哈、啊，就是你要把那个你想要给你那个作品，不要是很单调的那种宣导式的、啊、最好是我们能够把要学的东西跟你那个小游戏或者互动的部分啊，或者场景那个那个剧情的部分，要能够融合在一起，所以你玩完一个小游戏学到一个功能。 玩到一个呃，玩完一个小游戏，学到一个知识，就这样来回来回来回，好、哦，然后最后再一个大总结哈、哦，然后呢，所有抽象的需要记忆的或者抽象的概念，你都要想办法把它变成具体的操作啊、哦，具体的操作，这样，因为在学习的那个概念上，呃，直接抽象的东西，就像老师。 就像我现在讲的，我都是我讲你听，我讲你听，这种的学习保留效果是很差的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学的这个东西，你想办法把那个步骤变成是他要操作的，好，比如说戴口罩那个游戏，你弄了一个小游戏或者小功能，让他一定要感觉上好像真的要从左耳戴到右耳，把那个口罩戴上去，那那个感觉。 他就才真的能够学到戴口罩这个动作，好、哦、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抽象的概念要尽量把它具体化，哈、哦，这个呃也是要这个是要练习的啦，哈、哦，这个这个哎、呃、蛮难的啊、哦，但老师必须要有一点经验要引导，然后只抓三重点，啊、哦，多了没有效，然后动画的话呢要起承转合，这个起承转合跟写作文一样。 啊、哦，那不同的地方是你，你呃，基本的架构可能是这样，但是因为你是针对比赛训练，所以我们会希望你就是有点呃，各位看过功夫嘛哈，从、哦、一个故事开始，啊、哦，那个小孩被被人家欺，呃，女孩子被人家欺负，然后男孩子要抱不平，然后被人家修理，啊、哦，然后最后得到一本秘籍。 到最后，遇到那个女孩子买一只棒棒糖，哦、啊，那个哎、呃，那个女孩子从那个棒棒糖拿出来破碎棒棒拼回来，然后去回忆这整整件事情。你要有这种故事的设计的思考，就像看电影一样，为什么大家喜欢看电影？因为那个主线剧情之中融合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在里面。那我。 我的情感其实是投注在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，但是我看完之后，我整个主线剧情我都知道，那个故事流程我都照顾到了。那所以，当你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后，在,在引导那个丰富的历程哈，这个在游戏化八角里面有提到。好，你给他这个丰富的生命经历之后呢，他。 才会有动机去玩你这个东西啊，玩的又过瘾又能学到东西哈啊,啊！这个有空再各位再去看哈、啊。然后游呃游戏的部分就是要用游戏去学习哈。好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不会讲的太深入。好，那所以呃光是在破题的部分，你就命题的部分就是可以个别练习，然后你在做解题的时候就要跟学生讨论这些事情。 从学生的想法，然后你提供的重点，那你怎么样安排你的故事情节，安排你的架构，才能够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手法，这样的一个重点？哦，那这样的呈现绝对会跟一般的人、一般同学没有练过的不一样。那这个是在训练什么？这个在训练这个主题表达能力啊，主题表达能力,、哦、达能力这个部分以前没有评分。 啊！但是从去年开始，这个部分很重要，占三分之一的分数。好、哦，完美解题这个部分。好、哦，再来，再来，我们在实战上面。好，既然它是一个生活表达的工具，那各位有没有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 你既然是一个呃生活的表达工具哈，你今天一个 sales，然后穿汗衫、穿短裤、穿拖鞋来跟你卖东西，跟一个穿着西装笔挺来来卖东西给你，然后他的他的电脑一打开，所有的资料非常的完整，好啊，然后另外那个穿拖鞋的就拿一张纸是用手写的。 你会选择哪一边？你会比较信任哪一边啊？所以，如果你只用 s k a t c h 里面的影的的图片，其实就会少了那个，就是你针对那个主题性的表达就会没有那么的精准。那所以，事实上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，我们在那个分布练习的时候，我们会给学生去做刻意的练习，快速绘图。 好，我我从这边讲了哈，从这边直接讲，嗯，快速绘图，哎，啊，这边好像没写到哈，好，没关系，从这边好了。好，呃，有两种方式，第一个，你从里面原先有的图库，然后用很简单的方式做修呃修改。 编修哦，比如说衣服换颜色，给点建成，然后那个发型稍微改变，这也是一个方法了哈、哦。但是终究不敌全部自己画。那如果你要能够全部自己画，比赛时间只有三个小时，就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快速绘图，好、哦，快速向量绘图。那其实它是有诀窍的，好、哦，它是有诀窍的哦。 绝对不是以前像小画家这样乱画啊！那我在，我有请我们的，呃、名民国小的元芬老师，而、呃、不是元芬那个尚芬老师，好、啊，这边有一个叫做快速绘图，啊，竞赛秘籍，在我的网页上的连接哈、啊。好，那。 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样用很短的时间可以画画出你想要的图的话，我建议你来稍微看一下他的影片。啊、我们当初是有针对这个针对选手做这样的训练。那你要训练他什么、哦？哈，呃，在 Sketch 里面或者在 Inkscape 里面，我们会利用一个椭圆形，利用一个圆形，直接修改修改它的呃弯曲的形状。 修改大小，修改颜色，直接当做部件，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把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脸孔、哦、呃，头发就设计出来，叠在一起。这个就是快速向量绘绘图。那每一个的动作其实都很快，因为它就是改一下那个图案的幅度，改一下颜色，哦、呃、拉一下那个弯曲的程度，这样子就可以把每一个部件画好。所以不是什么都从头画。那这种方式呢？ 你要几训练的时候要练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我们不管你要做动画还是游戏组，一定会有人物。那人物你要呃两画很快的要学会画两个东西。第一个，你要那个专门画图的那个小朋友，他必须要能够练两个角色啊、哦，因为会有互动，所以最少要练两个角色。这两个角色呢是可以。 他一进场，马上可以把两个角色快速的画出来，要练到很熟。好、哦，然后呢，除了这个人角色的外观动作，走路啊、跳啊，啊、哦、这些外观动作之外，你还要练他的五官的表情。好、哦，比如说我们镜头拉近，讲话特写，眼睛放大缩小，眨眼睛，啊、哦，嘴巴要张大。 之类的这个特写，所以你人物要练这两种东西啊，所以我就会叫那个学生竞赛的选手，这两个人物一进去就马上画，然后呢，他的脸部的表情造型全部给他做出来，好、啊，然后第二个你要画什么物件啊？物件就是小东西，比如说垃圾啊，那么可乐罐子啦，啊什么。 哎、呃，纸张垃圾、啊、乐色啦这一类的东西，不同的议题或都会有一两个常常会出现的东西，那你就去画练习画几个简单的小物件，好，那你就可以随时可以拿出来用。然后第三个你要画什么？画背景，好，那个环境的背景啊，所以你可能准备一个，比如说海滩的背景啊，尤其是那种。 环境议题的就很容易出现啊，或者一些常见的一些背景，好，然后你的人物刚刚讲那个脸部表情，你还要会画喜怒哀乐，啊，所以大概是这几个重点，你就去把它做训练哈。好，所以呃这样子图片的部分呢，就会变成说你的角色是完全自己画。那其实呃我们会请来的评审呢，也都会有点程度了哈、啊。 史规矩的题库，呃，那个那个没材库，他其实大部分也都看过，所以你是从里面拿的，好不一定能够呈现呃完美的表示诠释你的题目，但是如果你是自己画的，通常会比较容易去符合那个题目的要求。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呃音乐，哎，音乐、欸、放哪里？ 好，不管了、啊、嗯，好，音乐。好，那其实一般的选手哈、哦，真的懂音乐的会弹琴的比较少。那比较少的情况下，我们就会训练小朋友那个音乐库，每一首，呃，每一个效果音效，每一个呃声音都稍微听过。那听过他，让他知道说，哎，哪些是节奏快的，哪些是节奏慢的，那就会跟他。 简单的练习一下，就是哎、欸，你这个情情境如果是悲伤的，你就要把那个节奏很慢的，你要挑那个当背景音乐啊。如果是很快的，我们就会挑节奏很快的。那如果你是有学过弹琴的呢，哎、欸，这小朋友很棒，那我就会让他去练奎汉老师那个范例里面，他有一个快速音乐弹奏，就是他一进去就赶快把这支。 呃，小城市写起来，那这个小城市的用途就是，你把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当做哆来咪发嗦拉西，然后当你按这七个按钮去弹琴的时候，它可以直接在清单里面生成这首歌的记录，然后当我要播放的时候，就直接把那个那首歌的定义叫出来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弹清单里面的歌曲，所以它可以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准备自己弹奏的音乐，那这个又更厉害。 啊，所以快速的音乐生成也是一个重点啊，因为当你去看看那个剧情，呃，你的剧情、你的游戏的时候，那个符合的音乐音效是非常重要的哈、啊。然后特别是录音，哎、呃，录音这个部分，说实在，我们花莲真的占了不少优势啊，因为花莲的人比较热情吗？还是说，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原住民，我们养成那个习惯。 我们讲话都会有表情，哈、哦，比如说我要形容形容那个那个东西很好，哇，怎么这么好？我们会有这种听起来很有感觉的表情，哈、哦。但是小朋友如果没有训练这种讲话声音的语调的部分，他就会录音的时候就会都很平淡，而、啊、很平淡。你在那个角色的诠释演绎上面。 就会差了一些啊，就会差了一些。一些好，那所以这个是呃，这个也要练啊。所以其实你要看你的你的小朋友他负责的是哪一块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呃，这个讲过了哈。好，再来这个部分很重要哈，这是去年我才加进去的哈。 啊，就是呃，你你既然已经知道，既然已经知道你的评分标准，然后知道评审会按照标准评分，那所以你的作品就要针对这个评分标准做自路行销。好，所以假设我是用什么方式去呈现去解这个题，我觉得很有特色，我觉得与众不同。你不如干脆在画面。 那个主题一出来的那一页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自入行销啊啊！比如说我，哎，我有用系统拆解，我就把我那个讨论的心智图那张图，我就直接放在第一页，你就跟他说，哎，我这个这个游戏的设计是根据我们讨论的心智图系统拆解的结果，所以我做这样的设计。然后第一关会有什么？第二关有什么？第三关有什么？ 有人说不行吗？没有嘛？比赛有没有跟你说我的游戏里面不能放这个？没有啊，那你可以放啊。啊，这样一来，评审可以了解你的作品；二来别人都没有，然后这个又是可以针对评审项目。好，人家评审一看就知道你有做这个东西。好，那就会与众不同哈。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，你要把好的那一面。 在刚刚那个可能是自助性行销，或者前面后面你要去做你自己的行销，好、哦。然后刚刚讲的怕评审年纪太大、眼拙手残的设计安排都要放进去。好，那另外在学校练习的时候，哈，除了刚刚这些分布练习之外，你偶尔要给他来一个专题，就是从头做到尾，从头做到尾的一个练习。然后这个。 这个练完之后，就是你出一个题目给他，从他构想到开始制作，到制作完发表之后，不要就这样就算了哦。你给他具体的回馈之后，请他再重做一遍，去改进，把那个东西改进到完美。那如果第二次还不完美，再来一次，就把那个作品改进到最完美的状态。 这样子，小朋友就小朋友才会知道说哦，原来评审的要求、老师的要求，这样是最完美的状态。那所以，我以后在设计作品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朝向最完美的状态去施作。这样各位懂我的意思吗？哈、哦，这个部分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这是促进他的呃小朋友成长的那个后设认知。 哦，当他脑袋里面会有那个标准在里面，他会自我检视的时候，这个小朋友呢，以后就会是学霸。哦，所以他会学任何东西，他会想知道说最好是什么情况，那他就会把那个标准放在脑袋里面，那从此他做的东西就会很快速的成长。哦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平常在学校里面的分布练习，哈、哦。 那在竞赛的时候呢，哦，我们就是会有，因为是两个人的合作嘛，所以一定会有两个人的整合练习。哦，谁要做什么，然后怎么会出，怎么会入，你要去互相搭配。然后演示的时候，发表的时候，也是两个互相搭配最好。哦，不要只有一个人在那边唱独角戏。然后 A 在讲的时候，那个 B 就要靠他的手势指引评审看哪里。 那不然的话，你讲你的评审不知道你讲的是哪个部分，他不知道要看哪里，其实他的注意力就会丧失哈、哦。所以如果有有一个人在旁边指挥啊，刚才他讲的现在是这里，把那个手指出来，那评审就可以更快的掌握你的作品，时间的掌控分配。好、啊，然后针对评审的发表，好、啊，那这个对啊、呃，对游戏组来讲。 呃，比较没那么重要，因为他是事后才听，那对应题组很重要。不过今年就没有应题组了，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暂时先不讲。好、啊啊，所以你要在竞赛里面要胜出，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哈。啊，所以请你要刻意的分布练习，然后另外就是你要有一点心理建设，竞赛。 其实不一定是证明自己的机会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，有时候竞赛是证明家世背景的机会。那么，所以你，我们都会先给小朋友打预防针的哈。好，所以像有些像有关硬体的竞赛，或者是呃比较比较那种难的竞赛，这个都会跟。 这个有关系，跟社经地位有关系、哦。好像，呃，我如果知道我要比的那个东西很难，哎，公立学校老师都不会，那我就什么？我家世背景比较好的，我可不可以找补习班来训练？我可不可以找专业的人来训练？一个不够，我找两个；两个不够，找三个。这样子就一定会赢嘛、哦，哈！一定会比你这个公立学校的老师我。 我一个礼拜就只有几个小时可以训练它一定会比你强得多哈、哦。所以这个要先跟学生打预防针了哈、哦。所以就算输了，也不要那么难过哈、哦。好，但是后文有时间，拍文丢连镜，这个很平常。你心态要健全，你把它当作是一种常态，那这个学生到哪里都会很自在哈、哦。但是前提是说，你训练的方法要对。训练方法如果对，系统下蹲久就会是你的。 但重点是，如果你训练的方法都不对，你再怎么努力，也就是只剩心碎了。啊、哦，所以你要有对的方法，啊、哦，对的方法去训练，久了就一定会有成绩哈、哦。好，那么所以这个是呃，针对评审训练的部分，啊、哦，针对那个竞赛训练的部分哈、哦，各位可能要有一些了解。 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很充分的去诶沟、欸、通跟说明，但是至少大家有一点方向哈。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学校课程里面的安排哈。那其实这我们刚刚稍微有提过哈，在学校里面课程大概你不管上城市或上创客，你的课程大概会有这三类：政客或者是初级班啊，然后社团或者是进阶班。 或者是专打比赛的专班，啊，那我们上课跟安排的重点都不一样。如果你是正课呢，我就会从基础的科技通用知识，这很重要。然后你要从里面去延伸到你的对你人生有用的观念跟思考的方法，啊，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怎么用到素养化，怎么让它生活化，怎么去引发他的创意思考。 那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哈、哦。好，所以你的上课的方式大概先基础概念，然后到应用练习，然后再去套生活创呃生活的应用素养，好，再去创意的变化。然后如果你是社团或进阶课，我们的重点就会在高级的科技能用在生活上的方法。 哦，高级的技术能用在你的这个科技领域的方法，好、哦，那当然方法也那个思考的方法也很重要，好、哦，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以小主题的方式，哦，小主题的方式去做学习，好、哦，那社团课嘛，有的可能、啊、甚至那个研习也是以这种 PBL 的方式，我一次做一个小主题，那主题做完了之后有一个成品，第一个拍照也好看，好交代。 第二个呢，我再去分析，就做完之后再来分析那里面的一些原理跟应用。好啊，我加够了哈，这样子就是半研期短期课程比较会用这种方式。好，所以先做主题，再拆概念，然后再去套你的生活去产生一些创创意。那竞赛专班啊，不要怀疑，就是专门训练技术啊，专门训练技术那。 这种就是战斗部队哈、啊，战斗部队部队。那所以如果你是贵区的呃训练专班，请基础的练习的部分不要怀疑，先去把魁汉那个网站什么助理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所有的课练过一遍啊，练过一遍你的基础能力非常的扎实，你再来去讲怎么去训练那个脚本跟内容。好、啊，好。<coughs> 然后还有解题跟创意的这个这个部分，其实其他领域的老师也可以帮忙啊、呃，都可以帮得上忙，不是只有全部都电脑老师自己做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教材教法就各位自己看了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一样休息十分钟。好、哦，那剩下最后的十分钟，我们再聊一些呃其他的多元的应用的部分。好，谢谢。